最后一个能发过来，两个人可以讲，不止一百分。这几年，他想接不啊？他想接一个高一点。袂少啦，袂少啦，这袂少啦。老弟，哪要再鸡腿来啦？鸡腿啦，鸡腿来，要三百啦。三百。来，一只来，两只来，来，第三只、四只、五只来，六只来，三百块啦。二、四、六来，三百块个箱子来。分米来，啊，分米。你要两个是啊，鸡腿袂焦的，好，系你靠腰。啊，佫先买鸡腿的，个人买鸡腿，去骨鸡腿，个人要食的无？300块，去骨的鸡腿啦，个人要食的无？300块。去骨无，1000的还搞一张呀，一张是买现。去骨鸡腿还有谁要吃的？啊。来，白手。白手来，要大只、细只的，叫两只大只的，我两只大只的白手包。有人先问细只的啦。水一百我不知道哎，要等一下，应该没有。这只1500，这只1000。不用。这现捞的呢。不用。哎，还要接回去拿啦。这个也买1000。不用啦。
对，食迄只外口一只就走两千块，大只迄只太贵四千，大只迄只太贵四千。我吃什么？吃三百块？哎呀，无啊。什么叫千二的？啊，再来。哎呀，剩大啊有，剩大只的，大只大壳的迄。三块一千的迄种。还有谁要吃的？我是做定价两个人要吃挪威千二的无？挪威千二，个人要吃无？挪威千二啊，六片三百块，三百块六片。五四三二一号，我套抽。来了，加两样五百，加两五百，等者套抽买是千好无？什么叫套抽的？五百。强。五百。我人要参加，五百，五百，好来五百来啦。五百你要搞空，来套抽五百来。五百到头前来，来，等一下收你，来到这个来五百块，这宝贝也好卖了五百块，哎，好屌的，来到这个什么价来？快进我，来走走走。来，再搁一个五百。来，一千，好五百来，五百张。来，再一个五百来。来，要谁要五百的来？到底多少钱？来，小警车，好 ，OK。来，我发货了。我前面有套丢的。套丢吗？来这边来了，来。来，再搁一个。好。好丢！来，套丢我什么价嘞？大价先来，我什么价套丢嘞？五八拢话破窗，破窗一百块。好，错错啊，来，过来过来来，诶，有人要食咖喱无？要食啥物？珍珠贵，珍珠落去啊？没有了，珍珠落去了。你飞机条存去想我个袂袂食花枝条，人要食无？等于炒三块、炒芹菜、炒白冬啊、炒四季啊啦。花枝条爱食啥？我问者无皮啊，皮要买八块，爱食买两百块一块啊，半斤当两块多一斤啦。飞机一斤来卖三百，两百了，这块我上四啊块来，两百块来，五号来两百，六号两百块啦。存去想也无啊啦，买点食来啦，来啦。有人要吃九孔包的无哈？九孔包有人要吃？小姐可以多买一台。等一下。等去订过订啊，订阮只订房价有人买无？包鱼啊，你一块外好卖六百啦，一盒卖六百，一盒一公斤啦，一块六百，两块啊，千二块，这个人要吃的包鱼，定制的呢，定制的包鱼有人买啦，我最近来买两块，千二一千了，这包鱼也无一千块，安尼许啦，无最后过来一千块少钱啦，这三号拢无给一千块，什么叫包鱼的？包鱼人要吃包鱼啊，我们就包鱼好，快进来啦，无人来收的啦，哎，过来买这只。干贝有没有要吃大干贝？大粒的，这大粒的，一九头个大粒，有没有吃干贝哇？
两盒四百块，狂卖哦，狂卖，那你喜欢了哦。来这边要两盒，来快点来。哎，还有谁要吃的？我问一下，两盒四百块，两盒四八，两盒四八，哇哦，狂卖啊！下来，还四百，还有谁要吃的？干杯！回去干煎啊，煮搞去煮搞粉排，炒菜啊，回家了，煮泡面啦，狂卖啊！哦，谢谢啦，狂卖，那你喜欢了，谢谢啦。哇，来个人全民烫，加锅杯了，好吧？哎呀，最少要买两盒才有卖的，今年这海龟鸡最好点两百块，什么价？海瓜子最后一个两百，冰下来，谢谢。这九番纯净两块，什么吃的？我啷么吃的无啦？这是要三斤花啦，吃三斤花，今次我大家好不着，一鱼三吃，只吃袂一千五块。我要吃的无，吃买两块啦，这两块开3000，两千，你有吃的无？我买一箱啊。我买一箱哦，一千块啦。现在这两块一千块，怎么吃的？我收摊哦，这小阿哥你叫伊回来。这两块钱无人来，我就剩下两块钱，八百了啦。现在这两块八百，我们吃800块，我们吃上班哦。喂，有啊，还是这两块你搞不买？买啊，你两块500够么收下？阿妹在哪里买啊？收嘛同款啦，你一收两块500了，钱啊就卖了，这两块你还无700了啦，600了啦。无啦，伊买人伊买一收二啊，老诶老诶。这黑梨村啊，村两包鸟两卖不？1000块，虾仁1000块，有没有人要一包5斤重啊？不能卖哦，先要买500，我问下。黑梨先我要买500，来，老大你也不要一个啦，来500块来，来。来虾仁500块过来。大只较好睇，大只好。来，500来。这先可以啊，来头前买一个啦。你敢有人
人家白笋那剩一只。卖掉啊？哦，卖一只。一只是啊。啊，这红条，人要吃红条。红条啦。啊，那只白笋偌济？千五。千五。上一门。上一门千三了。哇，一千三。来，现捞的，这现捞的白笋啦，好啦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这红条人要吃无？这红条刣好啊啦，等于免搁刣啊。我问一下啦，这等于你搞好用吹，你啊，真能买有干？我刣个是干嘛？刣八百上去啦，能买了卖八百啦。哎，这啥个？我问一下，一人买四只，搞无刣好啊？喂，一人买四只啦，能买八百四只都刣了，得刣千六千五。哎，这啥？一千块人要吃无？红条一千块，我买哦。哎呦，一人买四只啦，四只刣一千，刣八百、七百、六百了啦。一只，一只无？无人买。五百了。叫人家五百块不够，哎呀，我借钱给他，给他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呀！过半，过半头进来了。哎，你这红条从我到后头来了，不会，哎，三姐招来。哎，最后两个来，小姐后面，哎，找哪个是后面的？哦，一个是后面的呀。没有。哦，还要找你五百，对不对？对，后面。好。金枪啊！金枪无啊！真系啊！你自修啊？我修啊！呀！系啊！黄宇，一千多好只无啊？啊，这边来，我来。鸡母加啦，啊鸡母啊，你讲个袂歹。买啊，这啥一千块，这三地一千，四地二千，这油花这水着，你来看卖啊。油花好切哦，四地一千，五地二千块，借一个六地一千条啊，这都要便宜一千块。拢卖卖，拢卖。一千块人要吃无？一千拢卖卖。黄卖。就会变成我的。来啦，我借一个这十地拢卖来一千块啦。够有哦。来啦，这地搁送伊一千啦。一人便宜一千块，再来，过来。有人要拼，紧来拼；无人要拼的话，迄只我都要刷走。啊，这台白星什么价的？白星春节也无啊啦。这个啦，我一尾抬起来三百，一尾卖三百，两尾开六百啦。哎，我少借拢我来好不好？有。再拢我来升来啦。一千了。八百了。不叫白星喂，海参有没有要吃的？八百块。八百。七百，七百。无啊，春节俩白星无啦。七百块，有人要吃白菜的哦，七百，七百，有人买，要借六百，有什么吃的？来，有人，我都买，我都买，当个对面鸡巴，但麻烦算钱哦。这拢来六百块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，一尾出一百块，白青有人要吃哦。白青一尾出一百块，六百块什么吃？六百，六百好不好？有人买哦，还是吃不了，有人买三尾、三百块了，你三尾、三百块什么？你三只、三百来多块来，这来。哎，边个接的？哎，哎，向亚秀来，来点报道哩。哎，谢谢来，来安尼来我。来有人哎，好像那有人问金刚虾。金刚虾。对啊。三盒一千块，什么金刚虾？有吗？有我酱修饼，那个酱修饼虾。你伊讲伊要看一个啦，我看一个啦，来去金光下去。多利春一包了，一包一百箱卖。多利，还有什么？多利来。哇，你今天那些哇，哦。哎，你钓鱼虾包无？今天三包有人买无？一个人摕了，至少有人要吃无？这一包吼，一公斤吼，一包你卖两百。来，走个吧。一包卖两百，这三包拢系六百、五百，就四包有人要吃无？三百块钓来，头前来。毛爱千鱼，毛爱千鱼哦，来，来找两把，来千鱼，过来好几包，来金刚虾一千，加倍的，毛爱千鱼最后一个三百，来，来过来，来金刚虾加叫一个要一千的，来好，一毛爱千鱼，来，金光虾搁啥物食的，先看最后一个无啊。哎，这摆来，我现在无遐多帮你洗洗。来，到底要一千块，要一千块。你个小蛋姐，因为葱抓饼什么吃的无啊？剩四包尔，一包人吃，买一包一百块了。有没有吃葱抓饼的？等下做早餐做点心，一百块团成一包。
来帮我看一下，这一下一百块，个人要吃葱抓饼的无？做早顿做点心，个人买无？一百块，葱抓饼一百块，一百，再来。我一百先买，葱抓饼什么？一百先买，再来。最后一包一百块，葱抓饼谁要吃的？一百块，剩最后一包无啊，一百。海鸡母加鲈鱼牛排干贝黄鱼没了，哎，来，鲑鱼没了，套丁先我来啦，套丁要一千块来呢，吃四只来啦，六只哦，你啊大只先我你啊八只咧，我想要吃套丁，够人来，错错的，鲑鱼没了，鲑鱼没有了，师傅还买五百块，我爸后人不吃套丁，我五百，我一定要五百，好。没关系，来装一下就好了。来，还有谁要臭臭的吗？我再问一下，臭丁过两不起来不？你鹅啊，摆开啦！鹅摆开。再来，这里先鹅啊，先鹅啊，我等你要加多啊啦。来，我问你，臭丁过两不起来不？我你在尿尿。五百块，还有谁要吃臭臭的吗？来，面来。来套丁过五包，两个吃无？套丁话大只箱，来过五百箱卖五百块啊！来，这两个。来五百来。你手举起来就看得到。来套丁五包来。切切切。我夹钱啊！来。饺子的卤，加酱卤嘛会使。看你买这个猪汤的啊！哎呀，我是加酱卤。我是咸炊嘛会使，加酱卤嘛会使。啊，你还要做长度做红烧的有几多？五百先卖，套丢啦，拢有啊吼，套错都有了吼，五百块，来，不要紧来，来，想要吃咖喱，来咖喱先我来，咖喱我先来买一个来，咖喱来，人讲一辈子只三千，咖喱，加炒卤，哎，可以，你休息再去啊。不吃咖喱大只的哦。咖喱都长怎样？啊？加州卤长这样。加州卤长那样。这个山泉卤羊，山泉水养殖的。啊，咖喱。哦，这个胶质很多。来，爱吃先来来，咖喱来咖喱来，爱吃咖喱，有水果直接看卖大只的啦。这我一尾抬价，我来讲嘛，直接抬价，上个无开你五百块啦，一只就要卖五百了啦。就没有了。来，不吃咖喱来，爱吃先来，我就一人提过一千块好不好？一千块，千块斤两三十个人来。千块六个人提，没有了。不要提了啦。来，一千块了哦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还八人提，还有奖杯两杯啦。一杯卖五百，两杯卖一千块了，给你啦。两杯一千块，大只的哦。两杯一千块。奖杯两杯一千。卡紧的，来了，安尼啦，三杯又来了。奖杯三杯又来了。奖杯沙椒来了，一沙椒来了。沙椒来，你沙椒来了，安尼贵啊，给斤两三四五六，五百了啦，五百块了。哎呀，加啦不是加多啦，这钱啊，来，来咯来。